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第四届百灵杯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职业组八强战的对决，是由中国的谷子豪九段对阵日本的第一人景山裕泰九段，由我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刘老师您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盘棋呢是日本的第一人和我们的这个谷子豪九段。谷子豪之前拿过一个世界冠军，对对对，所以呢他直升九段。新但晋是的，他不像排名啊，不像景山裕泰，他在日本呢是绝对的第一位。没错没错。那谷子豪在国内呢，他应该排第几位啊？现在是排的前十吧，差前不多。十左右是吧？那么他，但是呢，这个棋啊，现在在成长当中，很厉害。他最近战绩挺好的。对，相对这个景山裕泰呢，也我们刚刚得知，他就刚丢了一冠，对对对，丢了七一冠冠，王丢了一小冠，现棋在上变给成丢六了，冠王。那实际上，那之前全部都拿了，现在刚跟丢了一个小棋圣，就是说这个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棋，日本的现在的第一人，绝对的第一人，其实这样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好，我们现在来摆这个棋，谷子豪之黑，是的。这个，好，星位，他白棋下了两个星星位，位，他是走这个小目，两个星位，然后走这个高拆，这是最近流行布局，不是流行了好一阵了，是，这就是电脑的这个 AI 的流行，从 Master 开始就开始走这个星位，都不走这个了，对对对，走这个高位，高位是要讲究效率。这个一般流行下法呢，都是白棋就点三三，特别多，太多了。就这个高跳完了之后点三三，而且简直是看得数不胜数，这棋局。这个点三三直接三三，他是就是想，一句话可能说不清楚，他就是要效率高。点完之后来定型，然后再慢慢的让你怎么选择，你挡哪边，选哪个定式，看你我看完之后，我再来走我效率最高的那一步。没错，这个是这么个理念。现在呢，他不点三三，这个景山裕泰他不信邪，他是走的这个分头，是吧？他走的小飞。不，小飞，他是小飞完了之后分头。这个也是一种下法。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是走的这个，然后呢，你不点三三，他就走的，他走的分头。这个分头啊，是少了最近。对，分头现在那个 AI 的理论呢，它不走分头，很少就是像我们拆拆边分分头啊，它不走那个少。他觉得分头是不是效率不高？效率不高，它上面给分给的不高。它是要求都是效率，直接要效率的。看起来景山裕泰平时训练的那个 AI 可能不一样，版本不一样，可能他们也应该有这个训练。如果用Zen的话，可能就是最新的Zen7，可能这个对于点三三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日本的那个 AI 的啊，现在我们看看这样啊，他们两个，然后三三，这个呢是，我们的应该是决议喜欢的，走这个，然后挡这个。他是挡在这边，爬一个。我看景山裕泰就是这盘棋之前我们也看过，就是他整体的思路还是比较接近于人类。我感觉还不太那个。可能对 AI 他理解的不是很多。应该说。你说像日本的棋手啊，不像这个，不像我们，他们也许对自身的那个。以前的定式啊，可能还比较留恋。没错，是这意思，好像。不是特别的像我们这样，这个对这个电脑接受的那么快。对对，是的，是的，总体来说有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日本这个本身就注重传统，也可能跟民族有关系，比较对这个民族习，可能对这个优越感呢，或者是对自己的传统，就是多少年的这个定式啊，他可能一下子丢弃，是不是有点？他觉得心理上有点不能接受，还是觉得很留恋的，或者是很自信那样的，所以对，但是我觉得小林光一、一田基基啊，这次元老赛给他们下，就是他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对 AI 吗？而且接受的特别快，话题基本上都是这个。
那他们还是挺能跟得上时代的，看起来。对，我觉得也分那个，也分人是吧？这个他就是到了国家队训练室啊，嗯，一就小林光一，嗯，那天没有比赛，然后就直坐在那里就看决议，看决议的参考图，哦，一上午都在那儿研究这个事情，哦，这很遗憾的，日本没有这么强大的 AI， 是对，他对我们这个现在的科技发展呢，决议的出现以及能够有参考图的这个，很羡慕啊，而且所以说嘛，我就说日本没有那么强大的 AI，对对对，这个实际上他们很羡慕我们这个现在训练方式，嗯，好，我们来看这个棋啊，嗯，白棋长了一个，对。然后黑棋飞，黑棋飞，嗯，这是哎的定式嘛？现在他是拆一个，拆一个，这是这个谁呀？景山玉太他拆这个，对。但是这个电脑给的是都是拆这边，这面有飞的话拆这个。他这个距离，距离就是过来一路，过来一路，哎，居多这个，他拆这个，拆这个以后有这个分，对吧？有这个二五清分是吧？对，是的，主要是这个二五清分完了，黑棋有一个大飞的好点，嗯，你过去一路呢，它这个清分它就没那么舒服了，对对对对，它飞不了大飞了，只能小飞了，是这差一路，这底下的眼位会差很多。哎，嗯，这个他是走在这里，看来他，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偏于人类的思路，他传统比较传统是，哎，好，那黑棋逼一个，逼这个，嗯，白棋拆上面。拆这个对，没有拆这个啊，对，走的这个对，是的，你要拆这边他可能拆这边了，嗯，然后黑棋走这个，嗯，是吧，你这没拆二，他就要翘起来，嗯，跳起来，对，嗯，这个应该说白棋能这一片然后再走那边啊，嗯，黑棋呢这个时候这个，哎，对，在这个地方，他说你这个子既然没跳出来也不处理，嗯，啊，那么我就先远远的先罩住你啊，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双方各走大事情，就等于围大空了，对，围大空，只是围的位置不同，以后看你谁的力量大就怎么个倾销了，嗯，就白棋现在这个子如果想要动作的话呢，现在那黑对黑棋走在外面，你动是黑棋最希望的，对，是的，你要往这边，这是都是他希望的。对对，这走完了，你这个空你就变得很不容易围了，他希望的，你没啥意思，嗯，你不管是靠啊什么，他都会硬，这都没意思。对，现在动他暂时先放一放，他是往那边走的啊。白棋尖了一下，尖一个，对。这个也是定式的继续，对对对，然后飞了一个，飞一个，那看起来也是一步挺大的棋，也是大棋，这个方向就往那边渗透，也是一个方向，嗯，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时候白棋是不是应该先围一个，就这个位置是不是或者高一点，对，这位置现在看起来那个位置不是太合适，可以探讨，对，可以探讨，位置不太合适，对，感觉走的这个。他可能这都是传统，这比较传统的位置，是都是往上中间一走一摆啊，然后呢摆黑棋下面，对，黑棋开始进驻了，他走在这儿，这个倒是一个，嗯，可选点的，对，可选太多了，可很多，嗯，这个当时这个棋啊，在观战的时候啊，嗯，我记印象比较深的，就小林光一专门在这，因为他关注这个日本的棋啊，嗯，他说 AI 给个答案，让这个时候 AI。就让那个决议，嗯，给个参考图答案，我记得是决议是要掉在这里，哦，这是小林光一在旁边，这是要掉在这里，是给的答案，你看他，但是呢，顾子豪差一路，他走在这里，嗯，但是这个都是大方向，差不掉太多，嗯，主要是我觉得给在这里很。这一带呢是很容易理解，就接下来呢，比如说黑棋，我可以往这边下去，然后这边呢你不走的话，我也可以尖冲，他是往这个走。啊但是往这儿我就不太容易理解。对，对，这个棋他走在这里。嗯。然后白棋呢，这个时候呢，他是这个方向也他震的。对。震。那看到他震这个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还是应该过来一步？过来一点，他方向。过来一步感觉会好一点。也可能。嗯。但这个大方向或者白棋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时候比分呢，黑棋还是分，还是可以的。嗯，
走在这儿，然后走在这儿，这个应该都是说现在势均力敌就差不了太多。就是说胜率肯定没接近，没有到60%。都没有。一般说超过60%，好像这期就明显优势，但是没到60%，50%的话，可能人类都很难把控，这基本上。然后黑棋是走在这个。好，这个棋有点虚了。那它下面这位置就不太好解释，掌控不太好掌控，是吧？对。然后呢，这个棋靠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吧？对，尤其在这个，就这对付这个高跳，一般都是靠的。靠的，不是往这个走啊，或者走别的，说他直接靠这个形状是靠这个是，这个电脑都是走在这里，都这么下的，是的，然后它是搬上面，总是要搬上面了，对，是吧？搬这个它会搬这个。要连扳，爬回来，他是走的这个，如果你走这个，大概是这个，他走的这个，我们看看啊，他是怎么走的，他们就这么定型，这样长出来，当然你争不掉我了，你只能补了，对，争掉白棋肯定是不能这么下的，你补了，对，但是首先得看争子，这个肯定是只能拐，对，走别的都给夹死了，只能拐，然后这么个交换。白棋这么呢，这个地方多出几颗子的，把这个角给黑棋了，这么定型，也是说，这个也有定论，觉得就应该这么下。如果你要实地的话，它就不是这样，它可能想后了之后来定型完了之后来怎么样切割黑棋。因为这一带现在上面外面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了，那白棋肯定是要走外面。如果不是这样的局面的话，可能靠的时候他有下长，往下长，然后搬了虎的下法。对，这个下法是走，但是这个变化还很多。这里面很多靠了之后或者靠这面等等的变化很多。但是这个景山裕泰呢，他进这个地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就是这么下了。他走完这个之后呢，就来给把这个黑棋就直接就切割出来了。对。这一带好像白棋如果不使点狠招，在那儿的实地是不是觉得白损了呀？也可能。如果软弱一点，就这样。对，这好像不太肯。不可能。感觉。这还怕你再。对啊，这觉得还不是很踏实，这空围的。而直接就这样，力量大。他看来在日本呢，运用这个手段就已经能够，夺得七冠王是吧？称霸没问题。但是这个孤子豪啊。这个他的训练呢，真的是用就决议对他的帮助也都非常大哦。他说天天能够在这个决议啊，给他出参考图，然后呢他自己这个训练方式都跟那个不一样了。我们看看顾子豪怎么来，他是搬的，搬一个让白棋退啊，然后长，直接切断，对，你这意思是这边白的，如果你是这样，那白棋太希望了，他就希望你这样走，都是白的了。你走这个，我这一长，长，这个都是白棋了，这个白棋希望太合适了。这个地方呢，我这有打这个，暂时这个你攻我这个没问题。白棋希望走成这样，这个景山裕泰就高兴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下面的黑棋的下法是非常有趣了，就是黑棋啊，下面怎么样在这个地方。腾挪出棋或者在里面做点文章是他最重要的今天主要的这个课题，没错，是这意思。就在这一带怎么出棋，因为他有这里有两个打吃，对，也有可能走别的地方，这种飞啊有先手味道，对，那么你出棋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出棋可能性大，如果你简单说你要这样他就走这个，你不见得能活，对，他不见得能活。现在走什么是一个关键的地方，这个棋呢，这个我们看看这个黑棋怎么出棋啊？他是这样下，拖一个，拖一个，这个拖呢，倒是大家能够真的能想到，是这个，好像是个挺容易想到的，是个常见的啊，拖一个，这个白棋呢，它是来很，你如果你走这个，被他搬这个，或者搬也行，长，然后走这个。然后黑棋断，如果你是这个，他这个立下来，这个是脚上并不能活，即使活了也非常苦。白棋希望你走成这样，
但是它这个断一个比较狠，断一个狠，扭断啊。这个地方头绪很多，对，各种打吃，哎，对，各种的先手。对了。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忙着，比如说你来这儿打，那他从这儿出来了，这个白棋就不好办了。啊，哎，所以呢，他是在这个地方要藏在这里。你打吃的话，我这儿能够衔接上；你冲了，我能够冲过来。哎，刚好，刚好，这个对他，所以呢，他的顽强在这个地方藏。哎，这个是比较顽强的。嗯，下手是最狠的这个白棋。对，已经挑了最狠的一下。对，最狠的下法。对，那么这个时候啊，黑棋怎么下，这个是头疼一条，可能需要你出棋了。直接动手的话不太容易出棋。嗯，你看你眼见的好像不管是尝这个打吃，各种打吃先手完了之后，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招。对，你走尝这个，它立下来你这个吃不动。嗯，是吧？没用，没用，这怎么办？这种时候呢，一般都是要挨着人家下。他是先在这儿找头绪。哦。哎，其实这个时候找头绪，是不是？人家白棋狠的话，他可能脱先了，是吧？据说这个直接就倒背了。我是这么想的。对了。我想这么干。其实黑棋也担心他这个。是吗？我是觉得，因为靠完的时候，不管你怎么硬。那里面好像都很容易出问题。那么，话又推回来啊，就是说在这个没有交换的时候，他应该先靠，他先靠一个，哎，这个比较好。哦，这个时候靠是最佳的。嗯，应该是正确的下法是先靠，因为你要这个时候走的话，你补这个的话，那等于是什么呢？等于你这两个交换。啊，这个断一个损的有点猛，这俩黑棋明显损，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走的，这就没必要交换了。是的。哎，所以这个时候靠一个是最佳。嗯。你或者硬了之后我再来，你比如说你往上或者往下，那么我再来靠呢，这个就腾挪的手段就不同了。嗯。那么现在呢，他是实战是走了这个之后啊，然后再靠。再靠，这个时候白棋长不可以吗？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尝一个，他是觉得被人家搬出去了之后，搬是脚上长，不是，我觉得脚上长都已经小了，这个时候这个不怕，这个不怕。对啊，你这边你如果说先不弄好了的话，你长我有可能就硬外面了，我把你这儿吃了，你这受不了吧？太大了。可能我觉得他是往下搬，有可能。哦，往下搬，这样。哎，对，有可能是这样，这倒是有可能。尝一个。哎，这个他在爬。在爬是吧？哎，他有可能是这样。这样好像容易做活一些。哎，这他是担心是这个。哦。哎，或者说这个时候你尝这个，你尝这个我就飞刺。那就是打算杀了。哎，对。那没什么好想的了，那就是要杀你了。哎，对。哦，这个好像黑棋没有把握，我觉得。哎，他可能是这样。你要搬的话，他压一下，尝他断这个。嗯。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断这个。也可能这样。嗯。这个棋的变化是，其实他也觉得能够活出一部分，但是白棋长，我觉得是，好像没有别的选择。我觉得长一个没有办法，应该单长一个，对。那么实战，好，他就最狠的，这景山鹰在这下的太狠了，就要全吃的，全吃的呢，这个棋还是绝了。暂时你要是这么来啊，你不管走什么，他在这就暂时你还拿他没招。这好像也不太好。哎，黑棋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哎，但是这个棋，黑棋下了一个很有趣的下法啊。哎，下面，关键是下面的这一手棋。可能大家都不太注意。那邱老师，你看他走了什么？哎，最关键的小尖这个。哎，这个小尖，可能都不经意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小尖呢？小尖，你如果长，他是我在这个地方打。他打过去了，打那不行，这得跑啊。对，打吃，然后长，再来一下。这得那都连上了，这怎么办？这个啊，那他这个啊，是这边已经顶不住了，那肯定不行。不这个哎，他连扳这个地方，这边全被断开了都。哎，这个不行，这个可能不行。哎，你要走别的，他啥你能靠住？这个棋呢是黑棋，能这个打穿他就满意了。那么这个棋走什么呢？你还走别的不行，走这个或者走这个，都可以。但是这个棋就已经被他一打，这个就麻烦了，这一打就麻烦了，是不是？对。哎，这个就麻烦了。
这怎么说？最起码已经有个打结了。对对 对， 对，别的都不提了。而且它还能长的，这个是都很麻烦。所以这个肩是个好棋。嗯，单肩一个。单肩一个。所以这地方还是需要计算和力量。别的都是妄谈。所以人家说这入界到底是宜深还是宜缓啊？我说这个不管是深还是浅，你得活得出来才行，是吧？对。那么现在白棋剩下的手段在哪里？嗯，这个长被他一打，可能你这个吃就吃不全乎了。这个棋黑棋就满意了。对，但他是最狠的招数上来了，他走这个。击打这个地方，这个击打就是为了防他这个打。是使最狠的招。最狠的招。嗯。然后呢，他就这么来，打吃。立下去。嗯。他就说：“你这棋你是活不了的。”啊。他甚至学的单立的话，他还怕他长。这个等于这样下，那这么来，他把这个脚吃了，他就让你，看看你能不能，哎，对，够狠的，够狠的啊！黑棋尝这个，黑棋尝这个，然后他还给他挤入，试一试你这个呢，还是这个？其实他有点难受。他最后是挤的这个。对，其实他是很想下在这儿，但是很明显下在这儿对黑棋的压力不够。对，压这个呢，他这个活的概率高了，这个是，哎，他是挤的这个。那挤这个很难受，挤这个还差很多。黑棋来这个。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啊，把这个提了，嗯，然后搬出来。这个棋呢，走到这个时候，你要全吃它，累，我觉得不太容易。累了，嗯，吃一块棋其实很困难的。你要全部吃掉它，它的这个地方你还得空旷，你这又没子，嗯，它那个往外跑的概率高了。对，而且这底下应该能做出这个地方像是能有一只眼的样子。对呀，嗯。这个景山下这么狠，我这个没想到，我觉得有点过分的感觉。嗯嗯，这个他，你看他走的什么啊？他是走的这个，他飞了一个，飞这个，嗯，要去接上，接上，对，哎，他那边他也不搬了什么，跟你走了，你顺着他走，他吃不全的活，不会吃，他把这两个干掉。对对，这两个干掉还是很厚的。这个说他走这个，他甚至他觉得你这个这样我就吃不，这还只能吃吗？这接上这怎么吃？他会这样，他大概得回到外面去。这两个子不能死吧？你也打的话，他还挤。对啊，但他只有接上。哎，对，这个棋就不容易吃了。这太难了，这自己搞不好待会儿还有生死问题。这个吃不掉。嗯，所以他先把这两个干掉，吃掉。在这儿吃完，嗯，然后呢，对，他走的一个宽一路，嗯，哎，可能大家没想着是宽一路，没以为在这儿是吧？哎，对，以为在这儿，以为在是在这儿，哎，结果在这儿呢，在这儿人家肯定是拖过去了，这样，嗯，毫不犹豫，嗯，但其实这也吃不了，我觉得，哎，他在你跑呢，他在攻你，嗯，他可能觉得这样，那么现在他宽了一个。下法有点独特啊，对，反正他们实战就这么下了。这个好像一般他们下的特别好的人总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思路，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想法，与众不同，不容易让对手猜到，因为你的招法如果说都在对手的思维范围之内呢，他就很容易对付你，至少是很容易想招对付你。哎，现在他们所以你得想点不一样的招法。对了，他想法不一样，嗯，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棋，那我跳一个，哎，你如果走这不是一样吗？但是跳，我估计他可能走这个，有可能。比如说他是不是步子想快一点？哎，那他肯定走点别的了。哎，现在跑得快一点呗。没错，也有可能是这么想啊。嗯，但是他走的这个，嗯，然后黑棋这个加一个，尖住，嗯，下的高深呐。嗯，哎，你这肯定要长，这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想的。站上我蒙古之后啊，你这个不能断我，你这个气不对。是，但这个气，我怎么觉得气也不像多，就能把黑棋能吃掉，也不见得。嗯嗯，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呢，哎，断到这儿，现在这两个子呢要跟这块棋杀气。是，其实杀气呢依然很复杂，不是说很简单明了就能把人吃了的。那么这个棋接下来这个杀气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第四届百灵杯世界围棋锦标赛职业组八强战的对局，是由辜子豪对阵景山裕泰。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黑棋接了一个断掉了，断掉现在要杀气了。对，现在白棋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他让黑棋这个断掉，断掉之后呢，他肯定他觉得下面得有手段，对啊，他就这么走，拐打，拐打是必然的。然后呢，他拐是也是要这个气的要点，然后关键是他要搬这个一路。对，这个搬是收气的好手。搬呢，就是说你一粘我渡过了，你粘这个我断这个，这正好气不够。哎，这个就这冲了一冲就行，这黑棋就完了，是吧？这个就被他包死了。对。那么现在呢，黑棋来个棘手，他说知道你有这个手段，但是呢，我坐在这里，做一个。这好像没法进杀了，只有打劫。这个棋呢，进杀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来进杀我，那么这个一挡可能。不行，这个可能不行了。这现在看到的冲完了一二三四五，正上白棋差一棋。如果是冲的话，如果是冲，那我粘上，然后他只能贴住。那我紧气，挡住收气就行了，正好差一棋。对，你走这个，我这紧气就完了，是吧？这个不可以。这个棋呢，你不这个就是说你一铲我一挡啊，这个棋已经杀不掉黑棋了。杀不赢。杀不赢，可能白棋自身就麻烦了。那么怎么办？只能走这个了，只有他了，那就打劫。那大家这个就成了个劫了。对，黑棋他是在你的大空里搅的，他只要有劫，他已经高兴了。对，是的，在你的空里，反正我能折腾住棋来，我已经很舒服了，很高兴了。所以呢，他算成功。实战也就这样，他走了这个之后啊，黑棋啊扑当然是个打劫。他还先跳一下，对，先跳一个，让你啊先便宜一下，这个好棋啊，好棋，不走我这夹死了。所以你要，他还在，你要走这个，他还跟着走呢，所以呢，这个棋他是走一个这个，然后再来扑。他先断打了一下。断打啊，这个棋啊，他走这个。对。断打，断打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想啊，他怕你这两个不要，对，弄一搞中你一点。对对。其实不要，就都吃了已经不错了。他这多送了一个，多送一个劫财呀，劫财。对，对你这个是要提，你要尝他这一顺还都是劫，要提，然后再提这个。他之所以先断打一下，就是说他找劫的时候，怕断打的时候人家给他抓到这儿，他提了，然后人家这儿加一个，把他这儿吃了。对，是这意思吧？是。他是拐成三个，那你不好意思让人家全给抓了，这好像抓的有点猛了。这个棋就是说，白棋怎么办？白棋怕一个找劫啊，这个棋没劫财啊，对啊，也不能粘上，只能找劫啊。他找了这个劫，这个棋是这个劫还是有点难过的。然后提提劫，提劫，对，黑棋再顺手这两个劫舒服了。这两个劫是他的很愉快的两个劫，这白棋看实在是没辙了。白棋走什么？一路搬一个啊，这个太难受了。这是属于急招，这实在是没辙，这想的也不急招，因为你走别的，人家肯定给你抓掉了。黑棋是成功的，这个棋一路搬，这个都下不出手的。对啊，或者这都下不出手，好像是决议后来给的是手段，好像是这个。这也挺那个，这想不到啊，是找这个劫财，这个也想不到，这都是电脑才能想出来的啊，人类都想不出来。但是这气势，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人家给他抓了，抓他搬过，先冲，不搬过，哎对对，搬过，搬过那我就做活。哦，这个他可以冲掉，这是冲掉先冲，他可以先冲掉，冲掉，再搬过了。那还真不行，那被人家全死了，这肯定不行。你说黑棋这个不行。对，那我这劫不能抓。所以电脑给你的这个，还是挺有招的。有招法。这个棋啊，就这样，但是这个即使如此呢，黑棋就算跟着打劫，他这照这个劫呢，黑棋也是有利的。黑棋也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实战他走的这个，是吧？挡住。打住，这两个是损的。他提掉。黑棋找了个这个劫财，他经过判断，他觉得已经可以了。他尝这个，让黑棋黑棋是补的这个，他是粘在这补在这里，他不是提的。对，他是补在这个，补这个这个也死了。对，因为什么？你粘他是粘，你提这个就他扑一个，这就一气干了，是吧？这就一气干了，就死掉了。所以粘在上面呢，就是木好一点，木好一点，他走这个就算吃干净了。是的。那么黑棋把这个冲掉，等于换得了这两手，但是呢，你的这个呢，它这儿多出一手，
都往外一走呢，其实又回家了，都回家了。这手棋呢，这个意识啊，顾子豪意识觉得这个特别大，因为你白棋粘上之后啊，嗯，这是后的棋，不说这个的，你是冲不断我的，没错。而且下面呢，它主要是这个，你的薄了，黑棋还很薄，很薄黑棋，随时有断，嗯，这个薄厚的差别，他觉得这手棋不比那个小，没错。哎，我也觉得很大，很大啊，确实很大。他的意识觉得这两手棋换得这两手棋啊，那个死得其所。嗯嗯，的确，这个时候黑棋不错，形势挺好的。嗯嗯，把这个冲掉非常好。那白棋这一看，这没办法，这也不能接着走了，先把这个吃掉吧。哎，你必须要搬粘，必须要先把木给收住啊。这个大搬粘大，否则这是被他最大的抢了，否则你被黑棋那个搬的先手啊。关键是啊。他这个搬一个的，如果说挡住的话，他那个必须要走，是不是可以走？必须要走，这个都大，太大了。是啊，不管他走什么都是非常大的。嗯，他搬粘是必然的。嗯，白棋搬粘是必然的，搬而且搬粘完了，他这个你的他有个搬下去，他走这个是的，他挤了一下。这个是白棋必然的。嗯，走了这个之后，黑白棋啊，怎么吃黑棋？你大的吃，嗯，说这么大的吃，这个棋不见得行，因为他往外这么一走，你这个棋自身的味道不好。对，哎，这个棋也不见得行，这个它可能飞一个也有味道，嗯，是吧？黑棋也没有走个别的，其实黑棋如果说想走得狠一点的话，它不是可以冲的吗？哦，用不着那个，他觉得有可能可以了。哎，这个棋直接不一定好，比较好，单棋还有化，嗯，给它留着味道。对，嗯，这样呢，让白棋来补。这白棋为难，必须补，必须补，很为难。对，不知道应该补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吃它啊，吃起来有点累。你走在外面肯定是没吃干净，人家肯定还要跟你搅的。对，他是走的什么呢？他靠了一个，靠了一个，嗯，靠在这里，这比较安全。嗯嗯，你要我说的那个呢，就他觉得不保险，那没吃掉，没吃掉。嗯，应该狠一点是这一类的，嗯，或者这一类的，嗯，他是走这个，这个呢被搬一个。是吧？这先手，嗯，他是单走的这个，这个特别大，巨大无比。哎，这个呢，被白棋如果拆二走了这个之后啊，全回去了。哎，这个棋还有包括这个黑棋啊，还有毛病。嗯，哎，不管各种利用啊，不说长了等等啊。嗯，这个棋，黑棋补上这手棋之后，好，这两手棋的价值啊，看似，哎，很虚，实际上这个吃的。比这个吃的不差，嗯，这两手把这个都变成空了，变成空了，这个本来是白棋还攻着黑棋呢，现在呢不同了，现在是把这里面这吃掉之后呢，这都变成黑棋的空，嗯，哎，这个棋，下面这个棋黑棋能守住这个，下面白给留给白棋的方向呢，那你就是说你只靠围这一块空啊。不够，这棋不够，他这个大，这个要超过你这个，你这是太就局限的太就方向只有这个黑棋这个整个，这个你一看这个棋盘就围着都大，这白棋必须要捅过就这一块空，哎，对了，那么白棋怎么办？这肯定得掏，这不掏这空是绝对不够的，他靠了一个，他靠了一个，嗯，靠这个。如果是只是，吃小的可能还不行，嗯，就是说你这个你就如果比如说这个啊，嗯，如果这样，就算你活了，哦，哎，它都变成空了，这个白棋也要输，这个不行，哦，嗯，你要主要在这面走，这都不见得行。他把那边一拦，然后这边放你活就完了，哎，对对对，嗯，他靠的这个，嗯。黑棋搬底下，这个挺狠的。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走这个，我会打这个。嗯，他觉得你还是没走这个，我就粘这个。嗯，哎，你这个白棋仍然是不行。嗯，哎，所以呢，他白棋啊，景山走的什么呢？连搬。连搬。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想把这边掏完了之后，那边还想点什么办法再走走。他是只要他主要是。主要把这个只要能围住就行了。对，嗯，这个黑棋太大了。他的选择，他是走的这个断打，断打粘上，长一个，粘上。哎，这个选择是，比较简单化吧。嗯，他就想这样是比较，对，这白棋也没别的办法呀，只有这样打好像。他
实战是这么下的、啊，对呀、啊，实战这么下，这样呢，就是黑棋也简单了，他干脆就把一路长，他我把这个就都拿下，剩下那个角你爱怎么这样怎么样了，对，也是一个好的下法，嗯，其实你这个下法，可能像这一类的也是靠一靠是吧？靠一靠，但是我觉得靠一靠，当然这样是最好的，就这样种，哎，这样是最好，但是呢，不见得行，人家压过来也都给你，把这个只要拿下就完了。对，实战他就这么走啊。您靠了班的话，我是不是有可能还是冲？啊，如果您打吃的话，我就尝一个。对对对。您提掉，我再拐住您，大概也是这样。好像差别不是太大。差别不是太大，他只要他抓住这个，只要把这一块，他基本空给拿住，哎，他是走的这个，因为你粘上之后啊，他可能白棋黑棋就这样了，是吧？所以呢，他走的这个，赶快把这个抓了。铁后，这个对的，把这个提了之后啊，那脚上你还得补，这个很郁闷。不走的话不行，这还有个断，这一般就不行了。嗯嗯，反正招很多，这脚上他还得走一个。他走的这个，嗯，走的这个，嗯，我觉得还是有棋啊，嗯，他是走的、这个。这脚还是不干净。对，这个。这不走的又一夹。对，这一走一夹，他立这一贴不是就有棋了吗？对呀、啊，这就。这本身一家出棋了，是，嗯，这个棋很有意思，走成这样，应该说，这个棋白棋得了一个大角倒是，对，黑棋呢，他总体来说还控制了全局，他这个大角给你了，嗯，他肯定经过判断这个目可以，整个可以了，对，嗯、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都变成了这个失控，关键他能落先手，不走的话这有一个家。是的，是吧？嗯，黑白棋走什么？小尖一个。对，他补啊，他补那个夹，嗯，是吧？哎，这黑棋落先手之后，他在中间开始琢磨着定型。嗯，哎，现在你要是实际上这个棋啊，轮白棋下，关键那边脱不了手，中间怎么个太大了？中间走一 个都是非常大的棋、嗯，非常大的棋，深一点可以走这个。嗯嗯。现在轮黑棋下。嗯，因为他这个不能不补啊，不补被人家一夹又要出问题。是。现在呢，这个棋呢虽然死子，嗯，但是能怎么能利用一下了？借用一下，他搬了。搬一个，对，搬一个，白棋要吃干净，必须要这样，对，退一个，嗯，他有利用，他不管这都有先手是吧？嗯，当然我不能粘被你断了。嗯，现在呢，黑棋通过这面的先手呢，他把中央赶快围起来。嗯，黑棋小尖了一个，在这儿。这个小尖，他是怕这个地方出棋，就是说他是觉得再加强一下吧。这里面是不是味道还是有一些？味道有点那个什么啊？嗯，他比如说这，如果说没有这个小尖的话，这种是不是靠一靠啊，或者跳刺一下之类的？他可能怕这个，也可能挡一下。嗯，哦，也有可能啊。对，你。什么别的走的，如果你走这边他给你断了什么出棋、哦、也有可能，嗯，但是呢他补一个呢他就安全了，补一个，嗯，他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这样呢，在这个地方你就、嗯、这个有对，嗯，这个地方全吃掉就行了，你只要活不了，对，这个小尖还是补得很坚实的，这个地方的断点都已经补干净了、嗯，就让他，你告诉你，你这里面你就别惦记了。如果我比较贪一点，我可能会走这个。是。哎，也有可能。嗯。他补这个。那小尖已经非常坚实了。坚实啊！嗯。他走。白棋走这儿。对，这个棋呢，他往里钻呢。嗯。嗯。黑棋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这一类的走走？嗯。啊，敢不敢这样？这个要尖，这边要粘。不知道会不会遭到白棋的反击，比如说这种，有可能。这个棋你说的对，这个棋有点危险。反正觉得白棋、你要走这个，我就给你冲断，啊、是吧？他如果觉得自己控不够了，那还肯定是挑最狠的下了，那也不管了。可能不行。嗯，他是走的什么呢？走这个。他走的这儿。这个。大飞。大飞。嗯，他走的还是挺，我觉得下的挺好的，因为。大飞完了之后啊，这一带都是先手，不是小尖一个，马上我要粘出来。再走我这个就行了。对对，反正这个 就这一带肯定是有先手，然后马上就要粘出来了。嗯，对啊。然后你如果冲这个，我就把这个尖断。对，下一步棋就直接这个，或者直接这个都行了，这个都有了。嗯。好，那么白棋
往中央怎么不敢往前走了吧？嗯，白棋怎么走？他拖了一个，拖一个，拖这个，对，拖这个，在这儿看试试黑棋的应手。嗯，黑棋呢就拿下。这挺考验人的，其实拖一个，这、嗯、拖的时候就考验一下黑棋，你敢不敢从外搬吃我？如果你从外搬的话，你怕不怕我在里面生事？关键是这个棋，那你要是往这个地方下，敢不敢走这个？我估计他可能就粘上算了吧，吃了就给了。对对对，他不会粘这个，他走这个，对，是吧？好，这个棋他走在这儿，他这长一个白棋应该也活不出来吧？现在他就粘住这个棋，你两个眼不够活，不够活的地方不够，多着补住一个了。是的，这个地方两个眼是没有的。嗯，这个肯定不行了。对。这个应该是活不出来，嗯啊，活不出来。这现在刚才那个小尖还是下得很坚实，还有用啊。嗯，在这里掏，这景山在这里掏，顾子豪也胆子很大，搬一个。这说明他看清楚了，他要不然的话他不敢随便乱搬的，我觉得。直接吃住。这种地方肯定是要算清了，他是活不出来的才行。打一个粘住。啊。这个再打再提，对，走这个，他现在你只吃这个没啥意思。对不对？这个没啥意思。这个你吃这个一点点，它粘上它提掉，这个都没啥意思。对，它是这样的棋，它不吃，它是虎的，是吧？对，虎的。虎的黑棋就点进去了。点这个，如果你现在再吃，它还仍然是这个。对。你粘上敢粘吗？它不粘了，它可能粘这个了。都可能就被粘住了。对对对，有可能粘这个。反正你粘这个，我粘这个，底下杀气也杀不赢。还不行。不行。好，那么现在白棋走什么？白棋这个地方掏不出棋啊，小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啊。对，这走这个他就吃一个也行，活不了。这下面只一个眼，上面没有眼。是的。那么现在走这个之后，他是尖了一个。嗯，在外面再给你渗透一下。白棋黑棋该黑棋啊。黑棋下得很结实，它就断，补了。对，断在那儿。判断，那下一步可是要命了、啊。对对，是的。下步就这意思。对，马上就是要从那儿全出来了，所以他尖一个，尖。对。啊。黑棋压了一下。嗯，这个地方要搬。对。逼着白棋补，没有办法。白棋搬。嗯。然后这个。是吧？嗯，这个贴回来，这白棋依然断不掉，断了被蒸死了。哦，蒸死了，对对，断这个可以打，蒸死的，打这就蒸死了，这个能蒸死，直接拐到这儿哈。那么现在蒸死了，那这个压也是起作用的。没错，这白棋没办法呀，他得回补啊，要不然人家都接出来了。那这个是我粘住了，粘住，他只能冲过来。对。然后黑棋很结实的把这个空牢牢的围住、哦，这个赶快补，这个也不得了，太巨大了这步棋。如果你不经意或者走别的吧，啊，走的随便扔一个，这个太大了，嗯，这个太大了，这个不行。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赶快收这个口，把这个收住。对，嗯，非常关键。嗯，那你收了口，我这儿有没有问题呢？对，他就是冲的，他就走这个，然后拐出来，拐这个跟着走，他就跳一个，反正他只要跑出去就行了。哦、这个下中间吃一个，吃几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冲这个没啥问题啊，冲一个挡住。他是冲的这个，那我挡住，挡住。冲这个我就包了也没啥用，也没用。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打吃，接上他就把这个。那还是二出毛病，对，是的。所以这个冲没不怕，他吃两个，但是吃两个啊，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效率啊。这三个本来是坚实的，在那厚在一起了，有可能这两个就变得效率不高了，嗯，是吧？实战就这么下，终于把这两个给吃了，实战是吧？对，他把它吃了四目棋等于说啊，然后把这儿的空稍微破了一点，对，是黑棋飞了一个，飞一个，这应该白棋不太够了，压一个，压，长一个。然后他打吃，打吃，因为打这个他会长，这个子跑不掉，对，是吧？对，就跑不掉，跑不回去，跑不回去这个子，你打这个，
它这个急啊，没事，它是先粘上，先粘上啊、哦嗯，然后它飞一个，飞一个，嗯，靠住，靠住，顶一个先手，嗯、顶一下，它是事先先坚固一下，这是它先手，嗯，然后白棋顶一下，这都是你的，对吧？挡住、嗯，然后压过来，压过来，对，嗯。这个地方收束呢，其实我觉得黑棋扳住，扳住也没什么问题，好像扳住它也可能断一个，它就可能断一个，是吧？然后那我就有点难受，可能有点难受，对，都不知道应该走哪。哎，这个地方它比如冲，它冲一个，哎，这一挡住再立一个，对，再跳回去了，对，它再跳回去，嗯，这个呢，你反正是他觉得这个大的，他觉得这个收束不便宜，是吧？不便宜，他给你断，他没必要，是的。所以呢，他压的时候，他就干脆就把这个抢这个，对对，贴在那儿，贴在这儿，嗯，这实战是吧？是的，他搬下来了，嗯，然后黑棋把这个收掉，这是他先手，这挺舒服的收的，这个你不能打劫，这个只能走这个了，嗯，让他挤一个是不是？挤的让他难受，哎，挤一个看你怎么走，嗯，你如果走这个呢？那么我这个就有个软了，对，你这靠断就不成立了。哎，靠断，他说防那靠断。你几个我再打先手。对了，是的，嗯嗯，他是提的，他刚才他有要求那个，哎，要求以后这儿有毛病。嗯、这黑棋下的就要多厚我就下多厚。这个时候他把自己全连厚。他是怕什么呢？还怕你这个以后有这个有这先手之后啊，冲了先手之后靠，嗯。所以就把自己补后势就行了。嗯，好，那吃一个，这个只能打。嗯，提掉。提掉，对。然后这个棋收官了啊。嗯。他是冲一个。他冲一个。冲一个，对。嗯。嗯。这好像也没什么，官子应该没什么出入了，就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出入的地方了。关键是，嗯。对，这个棋呢。应该说，这个定型啊，黑棋就比较简明了。对，他把这个连得特别扎实，嗯、非常厚。嗯，木啊，他就只要把这个基本控，安全，你们进不来。嗯，他这个地方连得清楚，他已经都，胜利在握了这个棋。嗯，这个棋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地方定型啊，黑棋下得很简单，关键是这个把这个要收入口。对对。收住他这里得抢个先手，然后回头把这个封住就行了，要不然被跳进来的话，这一下差好多目去了。对他们这个现在这个水平啊，就是说，他们厉害的什么地方，就是在自己优势的时候啊，他怎么能把控这个全局啊，怎么收束啊，他这个现在都特别厉害。哎，这个就等级分前十的，一般这活儿都干得特别厉害，干得好，干得好，他就基本上都给你，基本上你逃不掉，就逃不掉了。而且他经过这个判断呢，嗯，把这个地方一走啊，他属木，这个基本上，一般要多出个几目棋，两目或者是三目多出，他们都吃得非常稳了。啊，就你已经别想再动了，哎，就不用断。在这个水平阶段上啊，他们就都没问题了。嗯，哎，更何况他这个棋，辜子豪现在对这个景山裕泰，嗯，哎呀，这个棋，他有这个机会，他绝对是把自己的水平发挥的，不会让你放过你，淋漓尽致，绝对让你跑不掉。对，这个地方你看怎么能跑掉？他的选择把这个吃得干净，这个地方你看这白黑棋这个木啊，要超过这个，嗯，黑棋的这个其实差距挺大，这个木的。对你吃了半天，嗯，这个驮着你一数木，我这个虚的里面的木啊比你这个多。对，哎，我们把这个最后几手摆完，看看啊，嗯，然后再立一个先手，是吧？然后黑棋接上，对，白棋虎了一下，哎，这个得补，这个得双一下，团住是吧？双一下，就这种地方他们都是特别坚实，他不会这么随手退一个被你挤过，这又差好几目。对，他团在这儿，你只能这样跳过，你这木就差多。这个地方他有没有问题？他本来呢，大家可能以为他搬一个，对对，然后黑棋一立，就觉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目，对。但实战他是加了一个。他如果是断断这个，哎，断他打这儿吗？哎，你如果打这个，你如果打这个，打这个他翻吃，他有这个，他有这个，那要挑了几目，这个他还能扣你这个，
对。但是你刚才摆这个，就是说他能够他打在底下，对，打在底下你打吃我接上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等于断了我打底下，哎，等于这样，这木不损，对，应该这样，嗯。但是这个棋啊，景山裕泰他是走的什么？他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这有点像骗招，就等于是想看看顾子豪的水平了啊！你如果这个，那你上当了，这个就上当，这个好像地球人都会，这个就翻盘了啊！顾子豪他肯定会，哎，对，一打接回去了，他接了，然后度过，度过的时候呢，他又冲了一下，一吃，嗯，这个棋呢，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是活棋，嗯，哎，我吃一个，你应该粘上。那个黑棋应该堵在这里，对，哎，你这个加一个呢，稍稍便宜一点点，但是呢，和这个相比，和这个相和这个相比稍便宜一点点，对，但是呢，和胜负无关。这个不走可不行，不走这有个跳，对，这有个跳，对吧？那就变成劫杀。哎，对，走这个，这个棋呢，这一段，应该说，你比如说你大概收这个啊。他挡一挡，嗯，然后什么尖尖，他就爬一爬，这收收官，这儿还这儿又再收收，应该说是黑棋，赢的就不是两目了，那，这差很多了，这已经输了啊，对，够了，我觉得都快接近20目了，就好像这个输的很多了，所以差距很大了，差距很大，嗯，说景山在这个时候呢。嗯，他就没有再走了，因为那个里面这个太长了，是个活棋，点不死，点哪儿都点不死。这盘棋应该说是，顾子豪下的，很发挥，不错。对，他从前面这个掏控这个地方，尤其这个地方，就掏得很出色，没错，掏的白棋没有办法。是我们给白棋的建议呢，就是黑棋靠的时候，白棋可以考虑单长一个。对。这样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后面会下成什么样，我们也无法预料这件事情。对对对，那个棋局还早。对，那样会早一点，但是这一旦出劫，然后黑棋经过判断之后转换，这棋就特别简单。把这吃掉，黑棋就已经好了。对，这后来白棋掏空掏的，差不多也就这样吧。也就这样。但是这个黑棋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对。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执黑的顾子豪是中盘胜了景山裕泰。进入了百灵杯的四强，职业组四强啊。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